你们这是地地道道的汉奸行为，是我们学人的耻辱，是我们京华的耻辱。辞退还算是有体面的说法，换了我当校长，我就开除你！非常时期，对搞破坏的汉奸，斩立决！这辈子就背上这个黑锅吧。 你知道吗？他们说我是汉奸，汉奸，说我投靠了日本人，把我开除了。<笑>你马上从我家滚出去！滚出去！ 连一个老人都不信任我，我怎么面对我的学生、我的学校，面对我的国人？ 我的祖国人，我的家人。Also Chinese. I go back to China to Peking as soon as possible. 自从幽兰姐走了以后，自从在我即将坠入万丈深渊的时候，你抓紧，别放手，你死死抓住我不放，从那时候起。 在我心里，你就不只是老师了。昨天的雨真大，明泰，不知道你淋着了没有。明泰，只要你活着，丽娟天天在这等你，等多久都行，直到见到你。 李娟，你知道波士顿大学最吸引我的地方是什么吗？是图书馆。对，不愧是我的学生。老师一定在这儿。他瘦了。 一定是吃了不少苦。开开门，我要买东西。
小姐，你这是？对不起，我认错人了。小姐，你的东西。吴校长，这次视察是你为大日本帝国效力的一次绝好的机会。吴先生，你很聪明，应该明白这里边的意义吧？明白，明白，我一定会尽力。若有一丝闪失，我不会客气。明白。谁呀？德昌叔，我是明安啊。等着。德昌叔，我爸呢？你还有脸到我这儿来啊？德昌叔，我媳妇儿让我来接我爸回去。吴老先生已经发话了，他没有你这个儿子和儿媳妇，你回吧。哎，德昌叔，哎，德昌叔，您就让我看我爸一眼吧，就一眼。德昌叔，我求您了。爸，儿子想接您回去。畜生！我吴文举只有吴明他一个儿子，没有你这个儿子，见什么见？回去吧。爸，您儿媳妇到这门口好几回都没敢进来，我们真的很惦记您啊。死去的娘都不会宽恕你，我的心早就凉了。滚！爸，儿子不孝，您老多保重。你回去转告我带过来那几个徒弟，我教给他们的本事是传授给中国学生的，他们如果胆敢交给日本人，我打断他们的骨头。将軍殿、ここはなぜ我々大日本視察団を迎えないのですか？なぜ一人の学生と教授も見当たらないのですか？これでこそ本当の意味での視察と言えるでしょう。今授業中でもあるので、生徒や先生がいないのは当然です。まさか彼らは我々が来ているのを知らないのでは？少しの誠意もない。陛下が本当にお知りになりたいのは、この学校で節度ある教育が行われているかどうかということです。はい、将軍殿、間違いありません。わかりました。二爷、今天学校有重要活动，不准随便进出。那小日本什么团来就是重要活动啊？中国人来就不重要了？亏你还是个中国人。我告诉你啊，你不要拦我，否则我就要动气了。哎，二爷，那您可当心啊。この学校の片口君の設備は昔非常に進んでいた。奥の科目のレベルも我が日本本土よりも高い。今どうしてこんな状況になったとか。多くの重要な設備がゴンメーターに没された今、かつての栄光は
この計画にはありません。他の人がまだいるだろう。あの阿長という女性の教授を使おう。彼女をすぐ関東軍の軍部に転勤させ、そちらはこのような人材がいる。はい。不不不不、林木将军，她是我妻子，她不能离开这儿。欧校长，内阁决定的事无人能够改变。张教授不仅才华出众，作为校长的太太也是贤德兼备。放心好了，军部会好好关照她的。林木将军，您听我说，我身体一直不好，家父他……住嘴！没有商量。哥哥，慢若兄。一个。哦，我交给你们那些东西是传授给中国娃娃的。我要是知道你们胆敢交给小鬼子，我绝饶不了你们。哎呀，师傅，你消消气儿，哪有徒弟敢不听师傅的话的？我们呢，只是为了口饭吃。放心吧，一招也不会交给他们。那还在这儿当老师啊？啊，哪个地方不能混饭吃？非在小日本学校干什么？师傅，你不知道啊，他们有我们的名单，如果不来的话，他们就杀我们家里的人。体育戦科は青少年の育成にとってこれは必要不可欠なものです。運動量と体の発育はこれ比例しますから、我が日本は。この体育戦果に非常に重点を置いておるわけであります。全くその通りだ。国内の体育の専門の人を育成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はい。我々の劣勢を補うべきだ。はい。注意者、日赤の学生さんが誰に痩せて見せてくれるか。おう。岂秀，请中国学生做一个。你跟他学过吗？是的，学过。玩两个花样给他们看看。私がお見せしてあげましょう。あの中国人たちがこれをあげると思いますか？うん。何回？他是我们东京大学的教练，他是个运动健将，他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骄傲啊！啊！
谈的用具的。都走。优美。哦。住建教科大学図書館並びに実験施設に関する報告。お前のような校長、帝国地方政府のお金まだ欲しいか。帝国地方政府に対する騙しをやめよう。次期君、彼に帝国政府の本気を教えてやれ。はい、それでいけ。はい、はい。奴言う通りにさせろ。はっ、さすが閣下、ご賢明です。フィリピン並びにこのシナ全土はすでに我が大日本帝国のものであります。この教科大学も大東亜の万学校にしてご覧に入れます。我々はここ第2番目の東京帝国大学に築き上げ、はっ、吴明泰遭到陷害，已经失踪很久了。是吗？王老师，请左边上。哎，好好来了。请左边，我给想办法找到王老师。放心，主持人会想办法的。来了来了。哎，站长，你看，前面那有一个草房，你说舒丽娟会不会在那里？你太有想象力了，夫人身边的金枝玉叶会在那儿过夜？不一定吧。要是吴明泰在那儿，估计舒丽娟一定和他在一起。哎，
你醒了是吗？明太，刘先生，刘先生，你快来！刘先生，明太，刘先生，你看他醒了。吴先生，你终于醒了，是这位舒小姐守在你身边整整三天三夜呀，愣是把你从阎王殿拉回来的。这样，我去熬药。舒小姐，你好好看着她。啊。嗯。你要说什么？不是的，在我的心里，你永远永远。
远都是我最崇拜的老师，永远永远都是。我真害怕，我怕你扔下我。别人都说你会想不开，会离开这个世界，可是我不信。但是我就是怕，我怕你会精神崩溃。天，我已经死过一次了，我已经对不起我的父母了。如果我再死，我也想到你一个人在小县城里，在山沟里被别人当成乞丐欺凌的时候，我就觉得心里好难过。雪娟，你这段日子一定很不好过，一想到这些我心里真难受。答应我，不管怎么样，我们都要坚强地活下去。我先向你保证，我一定会坚强的，真的。可是，你擅自离职，这可不是小事。重庆那边不会放过你。我才顾不了那么多呢。只要和你在一起，我什么都不怕。将军，どうかお許しください。私は軍の命令に沿います。ムーミン隊を征服できなければ、いかなる罪もお受けいたしますわ。君は手柄を立てたいか。中川家は天皇に300年尽くし、陛下に貢献してまいりました。よし。教授，大日本皇军做的决定已经跟您说过了，但您坚持不肯离开学校。今天我来是专门跟您商量，希望张教授识时务。我是绝对不会离开，不会离开学校。我日本关东军要的人才是没有人能抗拒的，我不想做的事情是不可能去做的。想不通也好，做不到也好，但是你是我大日本文部省大臣亲自挑选的专家，你没有选择的余地。你们简直就是强盗。张教授，我们的忍耐是有限度。我也告诉你，我最后的线，你们带走的将只能是我的尸体，包括你父还有你丈夫的尸体吗？你们还是人吗？你们还有没有起码的一点点人性？24小时之后是你最后的期限，我会亲自送你去关东军军部。
如果分给女儿，你们死在日本人的枪下，就让我们一家人用性命来洗刷女儿的耻辱。放弃我，你也不愿意离开咱们这个家。芷儿，花雪，花雪，你我不能去啊！你必须去，他们让你做什么就得做什么，他们没有的选择。为什么？如果你不去的话，杀我们的学生。学生？对，他们跟我说，如果你死了，我就要杀掉你所有的学生，你懂吗？我没有选择。我国の軍事財政はすでに破綻をきたしている。しかし天皇の研究成果は必ず成し遂げなければならん。これは我が大日本帝国の軍を支えることになるからだ。はい。天皇陛下はこの研究成果が出ないのを憂慮しておられる。私は将軍の期待に背きません。まあ座れ。即刻ここに行って金を送れ。将軍、これは？イタリアの方からの情報によると、国際会議が再開されたそうだ。私は軍民隊が心配でならん。それはつまり軍民隊が国際大会に参加すると？彼は我々がもう少しで達成できるあの化学兵器のことを暴露しかねん。私はそれが一番失敗だ。いいか、軍民隊を決して中国から出してはならん。这些都是我离开南京的时候收集来的资料，应该都是你需要的。幸亏我带出来了，要不然啊，就全被日本人给毁了。天哪！这一路上这么多，你都带着，多沉啊！对了，苏主任接到内线报告，说你把手稿全都销毁了，是真的吗？是，我都烧了，一页不剩。太可惜了，那可是你多年的心血。你别担心，我烧的仅仅是手稿而已。这么说，你全记下来了？那段时间，我正好一边校正，一边咀嚼，把很多关键的数据都记住了。这次你又带来这么多资料，我的手稿很快就能恢复起来，你信吗？我当然信，跟了你那么多年，你过目不忘的本事我可是领教过多次了。站长，重庆来电，命令我们务必迅速找到舒丽娟，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副长官，
是要舒立娟活着。可戴老板只许我们带回他的尸体。端谁的碗，听谁的喝，现在只能这样了。这个苏从恩想抢头骨，我们不能给局座丢脸。我们把搜索的范围已经扩大到城外了，如果再找不到他，就没指望了。局座的脾气，我们这次能不能活着回重庆，就看这一次了。出发。明泰，我们离开这里吧，我们去美国。这里没有设备，也没有实验室，我们什么事情都做不了。去美国？你觉得我可能去美国吗？可是我现在，非离开中国不可。为什么？你还不了解政治，一旦走入那个女权的中心，一切都不属于你自己了。你什么意思？有那么严重吗？前有一个机要秘书因为婚恋不能自主，悲愤离去。后来他在一个庵堂里出家当了尼姑，一个月以后，庵主在山崖底下发现了他的尸体，完全是人为的，无声手枪击中了他的眉心。有这样的事情？明泰，我们要先离开这里，这里不安全了，听我的好吗？站长，这个县城是通往昆明的交通要道，寿丽娟一定会在这里等候吴明泰，然后他俩一起去昆明。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吴明泰很可能就在这里，找到他就能找到寿丽娟。等等，你去给我找一个人来喝茶。这个人你认识吗？他没见过。只要你告诉我见没见到这个人，他在哪儿，这就是你的。没见过，真没见过。瞒不了我的眼睛，小子，跟我说谎，你是想敬酒不吃吃罚酒？说，他在哪儿？他就在这个县城，每天都蹲在大门口，好像在等什么人似的。他现在在哪？这个我真不知道，躲他还来不及呢。哎，大哥，你可千万别，你说什么全听你的。我有一个好消息，你想听吗？你那个傻丫头，我要说不想听，你能忍住不告诉我吗？我刚从县城回来，你知道吗？国际化学年会要复会了，地点改在了意大利的佛罗伦萨。是吗？你看，下个月28号召开，我算了一下，大概还有2个月的时间。稿子基本完成了，丽娟，这个会议太重要了。